一个怀孕7个半月的女子成为了英国第一个参加全国钢管舞比赛的准妈妈。该女子名叫 Kate Bailey， 今年30岁。她不顾自己7个半月的身孕，在英国钢管舞冠军赛中上演各种特技表演。Kate 往自己的肚子上画了一张笑脸，然后在钢管上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翻转动作。据悉，她此次参加的是搞笑钢管舞部分的角逐。演出伊始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奶奶，然后跟搭档 Diana Banks 一起走上舞台。音乐一响，她立刻撕掉自己身上的老奶奶羊毛衫跟碎花裙，露出了镶有亮片的黄色演出服。接着，让观众们忍不住要屏住呼吸的是，她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与钢管成90度的位置，还让她的搭档 Daniel 慢慢地爬上去站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她立刻把腿抬头，头顶大力劈叉，再次让观众惊讶不已。她甚至可以仅靠手部支撑整个身体在钢管上摆造型，体现了她超强的力量。据悉 ，Kate 原来是一位心理学老师，后来开始练习了钢管舞。现在他已经当了7年的钢管舞老师，虽然他已身怀6甲，但他却仍坚持每周上7天课，而他还把挺着大肚子练钢管戏称为重量训练。演出后 ，Kate 表示，不知道我的表演可不可以给台下的观众一些鼓励，如果我能激励到一些人的话，我会超级开心哦。他还表示，很多担心都是多余和不科学的，只要你开心并且听从自己的身体，你根本不需要因为怀孕就放弃自己最爱的运动。Kate 和 Daniel 于今年4月成为世界首个在长城跳钢管舞的团体。Daniel 表示，我并不担心我们的演出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会好好保护它。现阶段确实有一些动作我们不能随意尝试，但我们已经合作好多年了，有很强的默契。